靠左，只要靠近他的脖子，我们就可以瞬间拉。你现在游来真的很棒。就是这样，然后拉。春秋两季，它事实上繁殖的时候的数量，它一对大概就可以繁殖出大概100多只，在鸳鸯地比较多嘛。虽然它在我们的相关的那个我们的田园的附近，可是它会找地方躲藏，而且它有重训，所以这个部分要真正有系统的下去移除，就是还是要去设陷阱，有系统的去设陷阱，然后最主要要把成熟的这些个体赶快的大量的移除起来，比较有办法再抑制它户外的一个数量。